我们经过42天的艰苦的野外工作，那么克服了大风大浪等恶劣天气，那么也解决了地层的含沙层、含水层和硬泥层等等带来的钻探技术困难。我们取得了近千米的有效岩芯，那么通过这些岩芯的取得，我们为青藏高原过去百万年来的环境变化提供新的材料和证据。我们将主要用来开展青藏高原古气候学、湖泊的古生态与演化。 还有三级气候变化联动，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、综合性的全面研究。